另外，这架四轮的电动车向强一个无张持浪尾头前去，花莲嘉安乡一个差不多八十岁阿姨婶，竟然为家孩派去，伊驶一架车一个无细腻向强弄去边啊一间卖菜材料店，店头嘛惊到三分减一撇，阿姨婶家己嘛惊到身份无掉体，这架电动车予人送登去修理，业者讲可能成为莫大派去，或者是囡仔掉掉，上好固定时间都要送登去检查。空影影的顶下脚下一秒，雄雄一台电动车以真紧的速度冲撞去边的木材行，当场将所有的人拢惊一个。这台电动大步车顶面是一个八十岁阿公，速度紧到无法度控制，后面一个人惊来飞出去，这个阿公惊到是皮皮喘。有吓一跳，因为还蛮大声，因为他壳有掉，然后他沿路冲进来这样，速度算蛮快的，大概两秒吧。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恍惚啦，七八十岁这样子。代志发生的现场，人行道到顶下脚才五公尺，这个阿公用无到两秒的时间，算上的车速飙破十公里。如果你发现爆冲，你放开的话，它就会停，它不会一直爆冲下去。那因为现场这位老翁哦，他有点紧张哦，情绪有点稍微不稳定。那我们现场员警先安抚他之外，然后并请求巡逻车到现场。然后帮他护送他安全的先返回家中。业者讲，拄到像这样的情形，千万唔通惊吓，将油门放开，电动车就会自动来动车。提醒民众，电动车嘛是要定期来检修，才会当确保用车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